啊，还有第三个啊，梦见师父啊出现在我的梦境中，感觉师父不开心。嗯。这次也没有跟我说话，请问师父是对我不满意了吧？肯定了，修得不好了，不够精进了，嘴巴乱讲话了，就这么几点。我必须改变自己目前的状态。对了，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你过于贪于人间的享受了，包括物欲和肉欲的享受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听懂了。啊，好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师傅开始。好好努力啊，嗯。好的，师傅多保重。再见，再见。拜拜。嗯。嗯